是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新赛制的一个比赛规则。那大家可能对这个赛制非常的陌生啊，其实我跟小青老师也是第一次解说到这个赛制。那这次的这个表演赛的话，我们会先打两天，第一天会打一个接力赛，会持续的进行4个小时，就是场次未知，但是我们一定会打满4个小时的一个比赛。然后第二的话会继续打这个接力赛，直到有队伍得分在150分以上，并且成功吃鸡，成为冠军。然后呢，这次积分规则我们刚刚也聊到，这一次的话其实采用一个 TPP 的一个四排的一个模式，然后赛制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。第一个就是你要么吃鸡，你第二名都不算运营分的，你只有吃鸡会加这个10分的分数，以及淘汰分，它一个淘汰是拿到3分，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个淘汰拿到1分呢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变化的。那么总之呢，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呢，它就分为2天，那今天的比赛就兄弟们猛猛杀，就看明天能不能够这个谁能快速接近150分。只有你到达150分，就是大于等于150分才以有上，机会。对，你吃把鸡，你才能结束这场比赛，然后是拿到这的，个冠军。那这一次的这个定位赛的话，我们一共会有24支队伍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定位赛排名前16支的这个队伍的话，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循环，就然是，后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已经打完这个定位赛的，然后16支队伍先打，比如说先淘汰了8支队伍，那你这8支队伍就不用管了，可以直接退游戏，紧接着去和定位赛的那后8名再重新开一把比赛，然后剩下的那个前8的队伍他不是还在打吗？你就继续打你的啊，直到你打完为止。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模式，就是无限的在循环，接着打，接着打，接着打，一直在打。如果你被淘汰呢，比如说你是在后8名被淘汰，那你还会扣分啊，所对，以要它扣不十分。是你的分值不是一直保持上涨的一个趋势，你可能会减。是啊，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现在150分了，你下一把是不是只要吃了鸡你就已经夺冠了？但是呢，你下一把不但没吃鸡，你还后八出局了，那你就扣除去这个十分之后，你还不一定有150分。你就没有这个门票了。对，你就必须又要重新你打要一是百五打十这个门分。票，是的，是的。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儿。这赛制整这么复杂，谁他妈爱看呀？我一局说嘛，实话然呀，后又没有拿淘汰，他就是负小值。崔爱说实话呀，好家伙！这种能做出让人就一下子懂不了的赛制，以观众的视角来看，谁爱看呀？我作为一个观众，我还要去了解它是怎么发生，怎么才你能要有权分，力怎变么大为了，什么知会道扣了。分竞争吗？的话也是要考虑。走得掉吗？我操兄弟！头顶落了一个，我啊，操！弄拿枪了，我操，老子！完犊子，进点石头，防止回进来了一个。啊，一把手枪。我好操，你吧。跑那儿去了，宇川。我要打两刀。哎我，没事，我走。能走吗？我尽力了，一把手枪。呜！什么情况？追过干去了，他呢！我靠进去，他没我快。来了，脚步。这妈，感觉也在那焊着你呢。知道你吗？知道我呀！你看到你是一个人了，能不知道我吗，老铁？我的妈，焊墙上的。别往右拉！干了！哈哈哈！山顶山上了顶有一个，你楼顶是不是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掉下去。我操！兄弟，我进你们都能给我打死！嘎了，还是负分啊！我觉得他赛制怎么改都无所谓，他赛制就是改成什么逼样，这一点关系没有。但是 TGP 就是你妈个大脑残，改了，你改到正赛，老子就不玩了，绝对不玩，好吧？赛那制无这所里谓，的好吧？AUG 也是成功的自爆自扣赛啊，制很正常随机，Apex 掉不一个，也是赛点制先吗？从整个阵线上我来。没得打，就比如说。你以前我觉得一个特别菜的选手，你要是打个 TP，他就是能卡在一个墙后，卡在个树后，给我阴了，给我打死那都能啊！就以前他妈我觉得一个特别菜的选手，说大家的这个速我度不跑得说快我一点。啊，我就是说两个比较厉害的人，我是 example 加那个谁 Himes，我这俩屌吧？
这样就平常打比赛的时候能抗衡一下吧。但是如果有这两边都没道具，一个有掩体，一个没掩体，打他妈另一个不是十零开，兄弟，不是他妈十零开。就比如说，你劣势地形，你 FPB 还能就是想办法对个枪呢，对不对？还能想办法对个枪呢。你这 TP 我就可以，这掩体我你想跟我对，我就不跟你对，等到你过点的时候我再打你，我都不用漏。你到了我的射击范围之内，我就抽你过点。你到近点我也不漏，我丢你雷，兄弟。哎，看着不接车，救命！打掉了。你看这妞还怎么冲的？真的只能扔道具，只能拿道具忙着排。老铁，这怎么冲？这怎么冲？你看上来就打你枪头。去看看妞还被第一视角。打药了。我操！真没人能管住。这个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管。开车吧，你穿着开吧，你再往三零五撞，兄弟，这是从三零五拉出来的。三零五空的。怎么打？改了。改了。哦，还留了一个。他能卡视角。TP 整成正赛，我不只能说不是没有可能，好吧？我只能说不是没有可能。没事，他办他的，我播我的。转瓦不是转不转瓦，妈的，缺米现在。你说今天打职业的很多米都没赚，对不对？你去那个，你比如说 BW， 你去往你去那种展台往那一站，就他妈几十个，这谁受得了是吧？这谁受得了？就他这为什么要改 TVP 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觉得 TVP 看的人玩的人多，所以说改成比赛看的人也多，这是他们。知道为啥想改吗？就因为这个，他觉得我 TVP 既然玩的人多，那我改这个比赛看的人应该也多。还是他神奇想法。我怎么说？他们找很多队伍聊过，很多选手也聊过，都跟他说过了，但是他就是想拿这个比赛测试一下看。怎么样嘛？他应该有两个直播间吧，因为他不是就是两场比赛同时开吗？啊，不是，就是上把还没打完嘛，意思是他是可以同时存在两场比赛的，一个决赛圈，一个刚开而已。不，他如果有两把比赛，他那个直播间倒不完怎么办？就比如说一个还在决赛圈，是这样的呀。他那个倒完了，好像才倒过来。嗯，决赛圈才会倒另外一把，所以让所有选手都开直播了，好像是因为。倒不完，倒不过来都。我感觉 TPP 的车比 FPP 难开好多啊。你会觉得开的慢一点。楼顶有个冰能秒，很像。漂亮，能秒吗？别急，我俩勾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俩勾他呀。OK。我九八 K。我装傻逼。我也九八 K。我在装傻逼，兄弟。OK。打我们。看到我们了。看到我们了，那没事了，那撤呗。一点道具没有，兄弟，就一颗烟，一雷三烟。啊，没事，就是 TVP 开车翻的时候，那个脚不是反着停的。哦，翻了。几个人要干的吗？掉下来了吗？就一个，对。掉下来了吗？对对对。OK。在我脸上。一个皮包，给治安吧。房子背面，网又跑了，网又跑了，还好了，被他打伤了，我这房子，防外防外一滴血，防外一滴血，我出去了，掉了，我上个楼看能加楼，拿卡枪拿道具打，我把忘了道具舔了，给他们道具轰，他们这三标，把他们锁里，三标，两个三个都在上面。好，我把旺仔道具全舔了，飞机。二楼有俩，这边没道具。绿标这个楼梯。二楼打一个，标的一个，三标一个。我绿标打的吗？绿标有一个。绿标没倒，倒在三标。OK。我的枪。对，倒在三标二楼。两个都。倒。最后一个，绿标最后一个。一楼楼外。我打药呢。我的两个，跟一下，我楼梯口，别急，来，走，
牛逼！牛逼！山上好像有人，山顶上，右边山顶上，我找地方晃呗。我操，拉夫来打人了！我去，这不掉血兄弟好像。好像可以找低沟啊。哎，我这个厕所哥们，我这个厕所，来来来，可以啊，这里可以啊，这厕所行，这可以啊，我的厕所还看着还不错。这游戏得拿击杀分，这个不是，反正不能先扣分。妈的，我们现在不会扣分，他是什么最先淘汰的？后八，后八名，后八名扣十分。哇，这三个人绿标，什么？绿标三只，双可人。我操！开一下门，开一下门，开一下门！绿标三个人组合。爬过坡了，好像。黄明能拿几脚看看吧，要不有道具来了。嗯，不行，我也要进来。CDG 又倒一个 ，CDG 落地死了一个了。我开门，你们先躲好，我开门出去找个位置，看能不能待。拜拜。操你妈！哎呦操！绷带还我呀，绷带还我！想捡啊，这两个空的。但这个厕所有点屌的，妈有两个窗户，我操！好像只能封烟上山一会儿，先把那边卡完吧。先卡完，现在，我操，挡不住。有雷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的人。我先保护一下，我先放这个雷。我操了 ，shit！ 我谁也看不到，他们跑上。好像还好，没雷。shit！ 还有跑啊，兄弟，打完了，操你妈！扔个卤蛋我，有绷带吗？有绷 ，OK。毒死了，三个买没对是吗？四打四打四，左边能摸我跟你讲。说的话感觉要臭了，是不是得封烟硬顶他了？得顶。看一下，来兄弟，快来，没人看我们了。啊？不封烟吗？没人看我们了。打起来了。我们这还偷偷头上。UNC 顶他们了 ，UNC 顶，来来来来来，但 UNC 底部还有人，出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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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顶破，我们顶破才过去，我们这最多一个看屁股的，我操雷，我直接顶了，我这么远点的烟，我先雷，打不上去这是的，够了，烟里应该可能会炸到，能炸炸这个烟吗？这烟里有一个，这石头有个，这石头有个，我给雷我给雷。我刚才给他顶了，这就是挂后了。前面前面前面，自己倒一个，把一把顶了行不行？把一把顶了，把一把顶了，扔道具。我有雷，我有雷，我有雷，我有雷。跟一下，跟一下。我有雷，跟一下，跟一下。我有雷，我丢完爆，我爆了，爆了，雷爆了，雷爆了，倒的倒的。UNC 倒了好几个，没了，剩一个了。打了顶，打了顶。往下压呗，现在。压压。架着架着架着。死完了，死完了，倒了蛮多了，倒了蛮多了，倒了两个的，最少被炸倒两。还在柱子后面，倒去吧，我倒的，倒一个，右边，左边有俩，左边有俩，我还有三，我还有三，倒三个，倒三个，哇 ，nice， 呜呼，还在柱子后面，有道具吗？我道具，我道具，不会道具，我的，左边有俩，左边有俩。我还有三，我还有三，倒三个，倒三个，来，傻逼，好玩，爱玩，可以，我道具可以用啊，我接受那个转 TVP 了，可以 ，TVP 其实是个明智的选择，好吧，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我支持开 TVP， 好快，他们都打到第四把了，我们打完了直接进房，不用换服务器。那也太少了，下面就很快。我们今天是打满四个小时。刚才他妈 D8 死了，猛在那直播喷 TV 傻逼。对吧？时刻。哎，你别说，司机好像有一千美刀呢。一千刀吗？啊。夜宵有了呀，这么屌！其实说实话，哎，我兄弟，你想想上一夜宵兄弟，7K 都他妈能吃啥了都？11个淘汰。
楼上能吃楼上的有33分。我操，这 Drake 十分就是43分。我操，刚刚那坡上我风科烟踩烟里，就下面他所有人位置都能看到。对啊，就你混着烟里都可以颠枪打人家。是好事情。哦，哎呀，被我灭了之后，直接就进下一个房了是吧？是啊，直接下一把了。然后他们弹幕赶紧下一把开好了。我操！这小海这么被你杀的，兄弟 ，TVP 啊，这是！我操，这太夸张了呀，兄弟。嗯，对呀、啊。我说实话，换个712，我们可能要被12穿这个楼梯口 TVP。他腰射就完事了。这要是762，可能会打俩，我跟你说。他无伤打的第一个。